日清食品是杯面界的龙头，而日清的各种行销创意也总是让人眼睛一亮。不但过去曾推出过实用与新奇兼具的泡面专用叉，这次则又推出超闹的杯面四驱车，要来跟消费者们交换礼物咯贴的。圣诞节将近，日清推出交换礼物活动，只要购买商品集满了点数，就可以用来换各式各样的商品，其中最闹的就是这款杯面四驱车。杯面四驱车限量一台，集满了点数的人可以报名兑换，将会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名幸运儿送出。四个轮子上竟然还有虾虾，实在太好笑，真的是把日清杯面的经典口味神改造。另外同样限量一名的则是 NBA 新秀八村垒的签名乔丹包。八村不但是日清的品牌代言人，也是 NBA 巫师队前途大好的选手。球迷们快来参加抽奖，说不定就有机会拿到 Your Tilda。没换到以上两个限量一组的奖品也没关系。日清还推出其他各种有趣商品，像是日清招牌泥肉做的魔术方块、日清杯面花束等，每一种都超搞怪的啦。这些商品实在太醋咪，四驱车让人看了好想要收啊 Tilda， 不过限量一名实在是不容易抽到。不如自己做一台说不定比较快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日清的官网去参加活动 Your Tilda。